号去金子银行。我有朋友他的姐姐在那个诊所工作，他就去，比如说，这个小孩好像纳豆，怎么那个小孩有点像纳豆，就这样，每个都好像那个医生、那个院长的感觉。很多父母都在那个网站上交流，因为他们的孩子都是来自于这个捐精先生，结果竟然同父异母的一个来自 A 家庭的女孩，竟然跟另外一个男生，他们就产生。有一个女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北部捐卵，那她内出血，那骨盆腔化脓，在医学中心住了一个月，差一点点怎么样？所以捐卵它有风险，她要打针，可能一个月打九天的针，她要取卵有麻醉的风险，手术有风险，同时她可能打针卵巢过度刺激后内出血后感染，那这些都是拼老命，所以捐卵，可能你要有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哎，可是我觉得像以女生来讲，她 MC 很准的话，其实我们根本就知道哪一天是排卵期，为什么我还要打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对。你如果说单一个卵子的话，成功怀孕的几率不高啊，所以一般像英国他们统计是打排卵针让你多一点，多取卵的时候多取几个，因为取卵这么难，对不对？对，而且取卵出来卵子你不定这个卵子是可以用的，它可以染色的异常啊，所以国外的研究是15颗卵子试管应该成功率最高，因为你要有很多准备是染色的异常的，没有受精的，受精以后分裂失败的。对，那这样时间要多久啊？就是取15颗卵子的时间。对，如果从月经第3天到第14天就可以取卵了，所以打针大概打9天。打针要打九天，打排卵针嘛，所以你一次可能，你现在几岁？30。你啊，你一次你如果打排卵针，一次排个10颗没有问题。30岁应该排这么多颗，20颗、30颗跑不掉。对啊，对，20-30颗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啊，有2颗不错了。真的还假的？不过最近有一个新的检测标准，就是用 AMH 抗苗试管荷尔蒙，你抽血就可以从这个抽血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还多少的库存量。所以我要呼吁就是说，如果说现在还没有生孩子计划，或者是说有可能将来生的话，你到底还剩下多少存款呢？哈，存款部。你去抽个 AMH， 如果说在2到4是正常，4的时候很多了，很富翁，那小于2就要小心了，就是你的存款已经快要用了，所以我们要去抽个血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它是小于2的话，它就是怎样？就是更年期快来了吗？更年期是 AMH 是0.03，但是 AMH 小于2就生孩子来讲开始打警报，那小于1的话。要打大量排卵针，取的卵是会很少，那有可能会几乎要跟别人借卵子了。对，那如果取出卵子这个动作对女生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伤害，或者是她有没有什么接下来的副作用？这样不过取卵手术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全身麻醉下大概5到10分钟的一个手术，那如果有极少数人会因为取卵内出血，但是这个发生几率很低的，所以取卵是一个相对快速安全简单的手术，不会伤害。最早是之前你要配合打针，打针排卵，对不对？对，所以打排卵针对不对？很多人打手臂对不对？不舒服。现在是打肚皮，打肚皮每天吗？每天吗？现在因为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声音，希望对于不孕症的病人友善一点，所以有一种叫做所谓的迷你试管婴儿，就是说隔天打针，就少打一点，对啊，那让病人压力少一点，钱花少一点，那针打少一点。那最近应该是明年初台湾还有一种试管婴儿的排卵针会进来，就是一个礼拜就要打一针，礼拜一打一针，下个礼拜再来看你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为了打排卵针，你知道录影录到一半也是要打针，就到处问有谁有会打针经验的，就金老大就举手说他会啊，我说他帮我打，直接帮你打。对啊，因为我们一定要在那个时间一定要打，就了排卵针一盆一血，那个真的像真的好麻烦哦。以前白小姐她接受时报周刊访问的时候，她就把一张照片就一堆像山的排卵针了，那古时候排卵针这样，现在不是，现在排卵比一支600单位相当于以前的8支啊。对，现在比较人性化。是，而且他打完之后我就说，哇，你在哪里学？他说没有啊，我在军中那个医务室有帮忙过。那问题你们可以接受不要结婚，然后去精子银行借精子，没有办法，然后来生小孩，可以接受吗？可以的金举圈，不可以的金举叉。这么多不行哦。所以我觉得像台湾是匿名这样，那这样，而且我还之前看到有新闻，就是说如果你好像如果是就是捐精的那个人，就是会不会有近亲遗传的这样的风险存在？乱伦的危险。对，就是我觉得会有，因为台湾是匿名，所以。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你精子的取得来源是怎么样。我要讲一个，这是真的，因为以前台湾这是不合法嘛，然后很多那种夫妻就生不出小孩，然后当然像妇产科医生有时候他们就很有慈悲心，就说好吧，他就自己就捐给那个夫妻。就我有朋友，他的姐姐在那个诊所工作，他就去，比如说，那个小孩好像纳豆，怎么那个小孩也有点像纳豆，就像每个都好像那个医生、那个院长的感觉。就他那姐姐还说，这是不能说的秘密，真的。这个故事在美国的确发生过，后来那个医师被吊照，这个是很，当然是违反医学伦理的，这个太。可是他真的是因为爱心佛心来的，对啊，可是他只能捐一次，他不能捐那么多次，那就找不到别的，他就只好。可是台湾的没有办法，台湾只能捐一次。对啊，其实像美国就有一个捐精先生，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他就是三高嘛，学历高，家世好。那他又很健康，然后很多不孕症的妇女去，全部都飘上这个同一个人的精子，然后其中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说，哎，自己生这宝宝会不会有兄弟姐妹？那就有一个妈妈，她在纽约纽泽西州，她就想帮自己的宝宝找找看有没有就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兄弟之类，她就成立了一个网站，请大家来登记。结果她发现自己肚子里这个小孩竟然有150多个同一个爸爸的兄弟姐妹，因为大家都挑这个，精子，那结果大家发现很可怕，就是因为大家这个很多父母都在那个网站上交流，因为他们的孩子都是来自于这个捐精先生，那结果他们就会办一些活动，结果竟然同父异母的一个来自 A 家庭的女孩，竟然跟另外一个男生，他们就产生情愫。他们竟然就是坠入爱河，这是乱伦了。对啊，乱伦，因为而且会有遗传性的疾病。可是因为他们本身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其实感觉他们很难想象自己是有像演韩剧哦。对，如果演韩剧的孩子的话，而且还可以吧。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真的是阿姨，他们就是身边都是女生的环境，因为在戏班，那她就是喜欢上就是穿着打扮很像男生的女生，那个她自己都是捆胸的哦，那但是外表我们小孩子分不出来，可是他们就是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借精生子，就生了一个小女孩，可是那小女孩跟我差不多大，那我们小时候就常会说，哎，那你爸爸为什么长得很像妈妈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说到底要叫阿姨还是要叫叔叔，小孩子就会这样子讲，那他从小就会有性别混淆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长大之后有十几年再相聚，其实他一路走来他的人生历程都非常坎坷，他跟 我也是这么觉得。对，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他都不敢跟人家说那个是他爸爸，他都说那是他阿姨耶，那他自己都无法认同的，别人怎么认同他？那他交往过程的对象他也不敢带回家，所以后来其实他自己婚姻生活也很失败，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刚刚是举不赞成，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刚刚讲遗传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小孩子的心理伤害是更大的。这样说有点伤心，因为虽然说他父母的对恋爱的选择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权利，他们可能要用更多的爱去教育这个小孩子，说你来自不一样的家庭。可是你自己想想看，就是就算是一父一母的家庭，也有各种不同的状况，那为什么不能两个女生好好的爱一个儿子？他们有好好的爱啊，他们有好好的爱他，但是外在的眼光，对，所以我们外在的眼光。我们社会就应该要用更开明的眼光，但是这个社会还是这样子。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我之前读国外的 paper，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他是在讲我们通常会说父亲 father， 母亲 mother， 所以就会衍生下来会变成 fatherhood 跟 motherhood， 就是父职跟母职。那通常大家的争论点就在于，如果今天是譬如同性恋婚姻没有办法被合法化，或是没有办法被大家承认，大家会觉得是因为你会混淆所有的性别，大家不知道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为什么爸爸是女生或是有两个爸爸。可是其实后来就有学者提出来 parents双亲这个东西它可以是中性的，就是我可以双亲就没有只是界定于比如说是爸爸或是妈妈，而是 parents， 就是两个人共同照顾。那个是没有问题，那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议题。现在是很多女人独立要养一个小孩，这个就很有问题，根本不要那个男人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所以这时候大家就会说，当你这个变成有一个缺席的父亲好了，比如说我是一个单身女性，然后我想要我自己的小孩，当你有一个缺席父亲的时候，大家就说，那你这个小孩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完整的
人格。可是其实这是可以用教育或是学校教育来。我不同意，没有，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以，我是选择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们家的感情非常好，爸妈感情好，然后兄弟姐妹，然后子女感情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弥补过来的。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是因为我的姐姐他们都单亲。都离婚，但他们小孩从小就是被教育的，就是因为我们要给他很多的爱，更懂事，他们超懂事啊，很乖，而且很会念书，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还觉得说没有一定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说你姐姐如果没有离婚，那个小孩不会那么有成就，也不一对，所以很多事情很难讲。如果他们更早，但是那是离婚哦，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呢？对，那如果今天是好，今天说我是他是取经好了，今天我是小朋友。然后我可能说，哎，我爸爸是妈妈，对，我爸爸是业务，你爸爸是做什么的？然后你爸爸是做医生，那你爸爸小姐小姐，你爸爸做什么的？然后说我没有爸爸。你可以想象那个小孩子的那个生一生日，那他的那个路历程吗？越来越多，对，因为现在家庭是越来越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给他 balance 啊？不，我们他是越来越多没错，那为什么越来越为什么很多父母不选择离婚要？